中国快艇冰水案件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今日访问中国，中央部安排记者团，暗讲那是中国有安排，会随应的最近，马化讲两岸卖新冠敌对，暗个海事处加时间加速，传出怎啊单薄破局，中国海警需要宣布加强执法，派出护卫舰改装的船进驻今日水域。中国船、冰船两起案件，双方谈判依然无进展。中国海警加强海上执法，双方今日水域紧张的局势。这时阵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日前率团去中国访问厦门、广州等。夏立言强调，农历过年进程都计划好，别关心台商台胞，并不安排见中国官员。不过，中国若是有安排，会客随主便，各向四家家属表达哀悼。如果见到面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不可避免的，我相信会提到这个问题。那我们也会对于这一次两位这个溺水的大陆渔民啊，表示向他们的家属表示这个哀悼的意思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会希望啊，这个两岸呢要能够把这个敌意啊，这个螺旋不要让它不断的上升。如果两岸关系没有对话的话，像这次金门、金厦这个事端，像这样的事件，未来我判断会层出不穷。金门渔民无形整理渔网啊，港口充满紧张的气氛。海巡署甲中国之国第七摆谈判，传出四只家属代表要求遗体要甲渔船啊斗阵送回中国，不过海巡署无法度接受，双方谈判破裂。中国海警马上宣布加强执法，派出主力舰控五三 H 导弹护卫舰改装的舰号自治控制动头舰进驻近海水域。除了部署甲台湾海巡艇斗阵的画面，也有中国海警注意咱的相片。金门渔会特别呼吁渔民出海都要注意安全。协同当地的渔民代表啊，在关心这件事情，也请他们向各位出海的朋友。那再次的提醒他们自己要注意自己出来要安全。对你有影响吗？没影响。不只有海警船，福建省也调派两只渔政执法船，讲是用护渔做理由，要加强在近海水域执法，威胁是安排压力意味真高。针对四只家属关心遗体的船只，金门地检署回应家属被完全无意见了后才能发回，那家属意见。通常是要解剖了后才能发回。如果船只是证物，随时有调查和鉴识需求，也不能发回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